发现今天气氛怪怪的。有吗？啊，你没看今天八卦杂志哦？我从来不看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。哎呀，这个没有营养的东西哈、在我生日那一天哦，那、就是你送我性暗示洋装那天啊。好像偷拍到你跟安珍，杂志上哈是说，说什么？我不好意思说啦，你自己看啊，你自己看啊。Thank you.